哈喽，观众大家好，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哦，这买了啥？买了一个中古屋，现在要把它入住的时候，需要一些沙发、基本家具。咱来这间那个啥彩艺家具来看卖，唔知道要我行无？来先入来哦。哎，哈喽，美女，我想要来买 L 型沙发，敢会当甲恁采访者？可以。会使哦，啊，先讲我无一定会买哦。会使吼，好，好。好，这边钱好，袂歹。那我们大致上先分享一下这个哦，我们嘉义的这个家具店哦，迄、那个感觉。啊，我等下会甲你问一寡做外行人的代志哦。好，可以啦吼、哦、啊。那我先问一下，这种是猫抓皮哦。猫抓皮的。啊，这猫抓皮的优缺点到底是安怎？猫抓皮的优点就是，你如果说家里有养猫小孩的话，对。耐刮，它有做布纹的方面。啊，你要如果不想要买布的话，哎、因为布的要拆洗比较麻烦、嗯，这个清水湿布擦的也蛮好，蛮、哦、好整理。好，啊，你要露脸吗？不用不用。我是讲你露脸，我较好型的。不要紧啦。不用。好，来，搁继续。啊，这只狗有咧卖无？有。这只狗我会当去到介绍，干要紧。不要紧。哦，这只狗5800嘛，俗呢，这款拢正柴的哦。对。欸，真可爱呢，这是拉布拉多哦。啊，这只公的买，哦，这只公的啦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哦，好，继续。然后，所以那个猫抓布之后，猫抓布，啊，这嘛是猫抓布，这个是布啊，刚刚那个布而已嘛，啊，但是有布的，啊，但是你看另外路径哦，没关系嘛，好，来好，安尼我一定来讲，啊，所以说，伊歪路径啊，伊若讲像这布到底坐着什么较袂烧？工作回家有流汗，或者出去太热，你做布的话会觉得有点闷闷的、黏黏的。嘿，啊，你如果说你做皮的话，就比较不会那么黏黏闷闷的。哦，会湿哒哒的，感觉呢？对，而且就是会闷闷的。可是你冷气开下去的话，嗯、它是比较柔软，比较好做。哦。而且它的话，包覆性比皮的好。啊，所以我现在想买那个沙发，我要坐起来袂烧，我一定要选正牛皮，感觉呢？牛皮的，因为牛皮它是有机物，它有毛细孔，它有透气。安尼，你可以当先大概给它介绍一下，我的价位大概抓50000左右啦，安尼敢好 ？OK 啊 ，OK。啊，这我价位无够，我会当先随性翕一下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伊这嘛是正牛皮的嘛？这是2米的那个厚软牛皮。这等于看真高呢。这个很哦，它有分嘛？对，它是市面上差不多第二厚的牛皮。第二厚啊？这2.3的。啊，这也是人工，什么1123。1123嘛。啊，这边也可以做分。这当黑嘛？哎，真好，当坑槟榔甲分呢。你甲你做块助理甲协助看这条先当的感觉。来，你来吃，不然我啦。哦，我帮你拿。你无露着面，刚翕着吃，赶紧哦。啊，我有扫着，赶紧。你讲一下王大的车坐，敢好？哦，大的车坐。王大的啦。哦，王大的。王大，较有去酒店。王大的车坐好来。王大的车坐。袂歹，来我们公司当保洁。哈哈。因为伊只坐较顶，坐较顶。它比较硬，可是现在做是最难做的。等你差不多做一年，那个牛皮的那个纤维跟那个坐垫的软硬度做出来会更好做。啊，这块让谁画吗？可以啊。伊这后边这个也很好躺。料这溜这溜了真水呢。系啊，迄是师傅讲爱有够，较有我多。啊，我来当给你方便，我安尼后边问，敢会当方便问介绍啊？安尼敢会造成你困扰是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啊，我确定当问吼。可以啊。啊，伊呢？伊这是挂刀，安尼开价是偌济？桌子我们一般都另外。另外嘛。啊，所以这伊不是配几组的对啊？啊，爱像安尼，当然是有议价空间嘛，敢是安尼？伊这安尼徛是几块，敢会当偷讲者？可以大概讲一下，因为我不买，不代表别人不会买啦。没关系啊。不锈钢的卡座位吼。对，它是三扣锁不锈钢的。嘿。偌济？你如果这一组的话，1、2、3扣皮的话是60000。嘛俗呢，我头先当作10几万呢。六万多俗呢，啊！伊这后边头前正配，全牛的也可以做，但做全牛到底是要加几万？全牛要看工厂怎么加。应该人家都是后面是做半牛比较多吧，后边拢。台湾不适合做全牛。对啊，因全牛对啊，好，我这组安尼正俗，但是厝藏袂落啦。啊，这一组嘞？这个也是半牛皮的。半牛皮嘛。这边半牛皮卖比较好。
好，我先大概翕来翕，啊，伊这就袂显一下嘛。但是这顶是啥物色啊？因为我家现在目前这个颜色，来，啊，你赶快给我翕一下，讲王董的请坐，我继续录了哦，讲一届。王董的请坐。袂歹，来我们公司上班，好来。这家不错啊，可以让我这样拍。哎，今天这桌给他挺新的。这桌较好坐啊，它的背后的话比较软一点。啊，好坐有较贵。还好，这组我123特价下来的话是52,000。哎，所以按50,000来咧买。真正有可能，而且这些都是中厚牛皮的，袂歹哦。但是我怎么就是讲吼，我较无介买一二三的是因為这个空间以前都不知道要放什么啊，就变坑茶几尔嘛。这个是都可以定做，你要做多大就做多大，啊、也可以做 L 型，都可以刻制啊。这个都是台湾的沙发。好，啊，不然阁继续行者。啊，这嘛是猫抓，这是猫抓。但拢猫抓古来讲坐比你较好影。你没有整理就会裂，哦、你要去清洁、啊。啊，我这手看乌，但是迄未甲你倒着，你放心嘛。因迄随便洗个清洁无多。这地是茶还是石头？石块，这个是岩礁石。这地正石块哦。石块。因为我买啊沙发料型，我们来看这個。我目前现在在看哦，我就是这个 L 型，我这个要在这边的。啊，你先正左边还是右边？啊，你是面左嘛？我们一般在看都是讲面左面右。啊啊啊！这一桌你几块啊？这个特价的话是26,800。真香呢！我咧看买这就好啊，对啊，卖紧食紧穿啊。但是你若讲坐着，我即马就是要朋友来坐，较袂烧。真的牛皮真的会比较好嘛？对，因为它是最亲近人体的皮肤。为着同学、甲阮亲情、甲我家己的尻川，我咧看嘛是买牛皮好啊。然后我们大致上里面有卖什么东西，我们顺便拍一下。难得他同一张白龙雪拍摄啊，对不对？来拍背面，好。当成家的年轻夫妻预算没那么多，对对对，可以买这种无线条特价的 L 型，这个一组17,000。那俗啦，而且为什么很俗？这个是我量大在做啊。安尼17,000贵呢？17,800啊，颜色都可以。啊啊，黑马西嘛，赶快。这个是15,800，这个比较便宜。这个陆续。啊，这个我是都有坐垫，都有跟客人保护2年。我们家主要是做服务的。安尼买这就好啊，哎，做不累嘛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因为有的人喜欢好的。我来做看看啊。有一分钱一分货，但是没有刚那个好做。但是伊这给他弄哦，伊坐了，脚撑了，靠不直接，他是直接陷到下面去了吧？啊，但是你若讲像你讲的，买一个小窝，大概10,000多就可以换新换新，较袂叫人看紧嘛是袂歹啊。啊，佮换这边。这桌都较好坐，这桌袂了袂歹。哎，这后边这是当啥起来？可以，它可以拿起来清洁。哦。我点知我拄啊直播哩，伫遐找碰伊，行几啊间，尾啊来这间，我甲你拄啊服务上好。没啦，啊，我们自己家没有请业务，不用再给业务。不错不错，啊，你已经落到。有落到背面了，我是感觉正面拍无要紧啦，无咱隐隐约约就好，敢好？嘿，隐隐约约吼。啊，像这嘛是正皮的吗？无，这是耐磨皮的。来，同学，重点来了哦，来直接进来啦，你给他介绍一下。你坐遐好啊，隐隐约约我其他较远的好啊。好，没关系。长那么漂亮露脸没关系，我讲吼，因为我都是拄好去敌军看，伊讲这是什么？这是咱讲的乳胶皮哦。它是算。乳胶皮也算合成皮的一种。对，合成皮的一种。那我们看一下特写。这个也是。我所以说，这种的特写佮用起来，伊这坐久佮较好烧啊。这个就是合成皮，合成只要不是牛皮跟布的，就是合成皮。嘿。其他皮质类一律都是合成皮，只是它处理面不一样。很好。啊，现在有一些的话是说用那个比较耐磨的，或是仿牛的，它那个质感跟触感也会有差，所以价位也会有差。啊，它这个。跟那个猫抓皮界定是大概是哪个等级？猫抓皮它比猫抓皮再弱一点，那比耐磨皮就是比一般的合成皮再有比较有耐磨性。那更敏感。哎，对。哦好，安尼啊，甲讲你录影一下，无要紧啦。没关系。哎呀，好，来啊，然后美女你也看，安尼来做，等下你好。哎，啊，那一只做来讲安尼，
小康的家庭安尼，为他报价实在是多少？现场的话，我都有在优惠，特价的话是28000。哎、欸，安尼嘛 ，CP 值嘛真高啊！我刚刚在做，我嘛袂感觉会做呢，是时间还做不到他顾了。现在因为刚好是晚上啊，哦对，那边有没有那么热？如果你早上在做，哦、会比较做久，一定会再热。好，好。那我们再继续来拍一下，因为我今天最主要就是要买 L 型沙发啊。那刚好这位正妹跟这个老板，哎，同意我们这样拍摄分享的同学啊，你们现在看，你们如果说哎，刚好你们有中意的，你要改改私沙的，因为我跟他也不认识的，我们是刚好真的直播下来啊，同意让我们拍，我刚想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啊，你请我看这个有无？伊、这组这真个是正皮的嘛？无，这嘛是耐磨。伊耐磨啊，就是。伊这边是当掀的哦。造型的，因为我这做这这啥，这是北梯啊，这个真水呢。啊，这个颜色是算什么颜色？也是算偏灰色。这算偏灰色吗？好，来，咱过来继续行者。因为我们刚刚录到一半，忘记把它录影，后来重拍一次。啊，这组我感觉较特别啥，因为伊只这个旁边比小扶手比较高嘛，所以这伊的附着地条应该较好坐哦。它的话变成说。它是用意大利的沙发下去一铺铺，对。那意大利他们那边都喜欢这种比较有抓皱感的，然后尤其是这种有流线小扶手，也蛮适合就是小房子在用的，因为扶手小的话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笨重，比较不占空间。哦，所以它那个皮一安尼小花有那折，这是故意的。他是故意的，哦，师傅故意做的，真厉害呢。师傅就做得出来，那个要有那个。有一定功力的，一定功力嘛，才能做。啊，我赶快来坐看麦，刚好。哎、啊，我刚来请坐。你袂歹，因为刚刚 NG 是忘记按，他又把台词记起来。劳保公司都保洁，哎、欸，真好坐呢。因为他这个深度，我在做哦，因为我较长有无？伊这个专业单位叫做什么名？这个啊？坐深嘛。我觉得他这个深度起来，坐起来感觉非常的舒服哎。啊，这组看得到红门宫偌济啊？可以啊，这个山的话是也是中后级的，就是1万。我跟你讲，安尼我讲真的，我好像走对地方了。所以我安尼入来，先跟你告知价位，再问，安尼应该一定会较好做嘛。其实客人如果预算上的考量，都可以问，都不用害羞，没关系。因为当时安尼讲，按算差不多30000尔，啊，去人看叫伊做济20几万，都啊惊到啊。推荐啦、啊，就是因为其实好，我们一如果预算不高的话，可以先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先帮你找，啊，就是让客人去考虑啦。我目前是抓5万啦，欸、大概5万，你讲今天有做事业加减给一挂，还 OK 啦，好。啊，所以说要买很好的，这一边也是你们这边啊，我这材质外当翕者哦，可以啊。啊，这个这是啥？这是布还是猫抓皮？布嘛。啊，所以你讲人来咧。有迄个定做，我看到我迄几组，我若无加颜色，我甲你讲，你落水做出来啊？可以做啊，这个都是台湾的沙发。你要定做干？定做干会较贵啊？定做改颜色不用加钱。不用加钱嘛？啊，你如果说要改尺寸的话，就是它要变成板子都要重改。哎，这是算什么材质？这都是算比较布类的。布类的嘛。嗯，它这个是防脱水。但是我甲你问一下，好奇问一下，布的部分干含牛皮比起来？布刚才讲靠尘螨啊，啥刚好这些问题。有的是标榜防尘螨啊，可是防尘螨也是会一点一点慢慢退弱。哦，好，我刚才我发现到真正这俩真正非常之专业呢。啊，我看这个欧洲制造，这是真正跟他进口的布内底靠这啊。真的是进口的啊，看他们代理商啊，嘿嘿嘿台湾的代理商他们去标示一些这种。啊，这就是一般啊，一种布啊。像这种布比较高级一点，它都有专业的 SGS 的认证。SGS 是什么名字啊 ？SGS 的认证啊，它是那个产品的话，就是认证无毒啊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还是说抗刮耐磨、防尘螨类的？哎、欸，你们这一边就是属于开始一种原木家具来哦。对对，这一管二管的话是都放原木家具，来一二三。白同学刚刚进来，看到一样东西吓到，我会当拍黑无？会当黑无？可以。来，过来。